費教育對於我，特別係我屋企嚟講咧，真係減少咗父母嘅財政負擔啦。所有嘅學生都係有書讀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咯。升大學的機會率都是比較高啲嘅，政府在這一方面投入了都相當之多不錯的資源咯。大學的師資和硬件咧都係不斷咁樣提升緊，負擔即係減輕了，劃咗一個非常之大的校區俾我哋啦，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交流嘅前景是很有信心，可以更加好的做得，我覺得政府可以投入更多的資源。我哋得到好多一啲法律諮詢啦，咁樣喺呢度咧，我哋都對接咗好多商家嘅。呢個免息貸款去幫我哋擴展業務，咁令到我哋可以完成呢個青年嘅創業嘅夢。都睇到今年嘅施政咧，亦都好重視呢個青年政策方面，點樣能夠培育好我哋嘅下一代，當佢完成學業，點樣能夠咧係令我哋嘅青年咧？有發揮他們才智的機會。